菜加两三碗肯定要，再肯定要吃炒肉，那就聊一下。只要有方有提出，係擔心家長可以同同學按照自身。
理應保留，原因有二：第一，鞏固上學年所學，有助提升新學年嘅學習成效。大家都知道五紅年級嘅知識其實係環環緊扣為基礎嘅，例如英文科要學好過去式先至會識得過去完成式。如果暑假一份作業都冇，就猶如將上下學年嘅學習完全斬開斷攬，開學嘅時候又點算呢？美國知名智庫布魯克斯學會喺2017年嘅研究就指出，暑假滑坡理論證實咗暑假冇功課，開學之後語言能力就會退一個月，而閱讀能力就會退兩個月，數學嘅能力就會退2.5個月。最大的問題是年級越高，到佢的程度就越大。咁小五、小六仲要考成分試，又點算呢？香港小學的課程出名緊密，開學之後老師係唔可能有多餘的時間等同學慢慢追上學習進度。咁小學生亦都要面對更多的學習壓力。課後中小學會就建議小朋友每星期進行2至3個鐘的學習，咁樣就可以避免咗暑假滑坡，可以暑期作業有期價值。更何況對於弱勢家庭嚟講，更加需要暑期作業。我方半年再講。第二，維持學習意識與狀態，有助更快投入新學年嘅學習。香港教育大學助理教授黃偉豪指出，人其實係要到20歲，腦部嘅自制能力機制先會快速完成。因此，小朋友玩到將所有書本都還翻曬俾老師，係好正常嘅事，唔係咩？如果一份暑期作業都冇，咁小朋友完全放飛自我，去到開學嘅時候，不然由零變成好多，甚至乎遲遲都未回還，就只會更加影響新學年嘅學習。當然，我方亦都認同暑期作業唔一定要多、要難、要操練，而且亦都可以更加開放同埋有趣。我方就建議小學可以參考日本推行自由研究嘅暑期作業，等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嘅興趣自我學習，咁樣就可以做到有方咁樣同家長一齊培養自身嘅興趣。最後想問有方，你哋又會點樣回應暑假滑坡嘅現象呢？如果小學生因為暑期冇作業，到咗開學之後先至急住嚟補習，係咪反而同佢加重佢哋嘅學習壓力呢？
就係面對新一年學習啦。咁仍然同暑假要停停，雖然停課，但係唔停課啦。咁點解有方同學會話暑假要備新一年學習？如果你停咗學，咁預點預備新一年學習？停咗學就俾佢做啲自主研究咧，自主學習俾佢培養時間。咁學生係咪要學習先？係要學習。咁點解頭先有咁有方咪諮詢校長？頭先又話唔使學習。咁究竟學今日學生要學習定唔使學習？要學習。係啦，咁啊有方咧都承認咗，今日有方要學習。咁依家暑期就係幫唔幫到學生學習？幫唔到，因為我哋見到而家有差距嘅現象，同埋佢哋係由前係暑假前後去做功課。係啊，方學今日呢個抄襲現象同埋呢個有人抄襲或者遲做呢個現象，其實真係冇得補救。係冇得補救，而家5蚊就可以叫人哋幫你做喎，咁5蚊咁低嘅價錢，有啲人唔敢做咧。哦，5蚊價錢就補助到，咁其實我哋今日講緊嘅話係，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工作內容㗎。咁點解我哋一定會話係一定要做完成先有得講？即係我哋而家咪講要自主研究去做其他活動，發掘佢哋嘅興趣。係，咁自主研究新世界。自主研究係俾佢哋用自己嘅時間去安排學。唔係，安排使唔使交先？唔使交。唔使交，咁對學生學習有咩成效？如果老師又唔使改？但係平時我哋而家嘅課外活動咧都唔使交咯。哦，有方其實已經諮詢流程咗。頭先主辯就話今日老師要今日暑期功課係老師要改，老師要俾佢哋學生。咁今日有方又話老師唔使改喎，咁點樣有學好多學習有成效咧？有冇講？我方冇講啊，老師唔會改，只不過係佢哋會冇風雨行動。嗱，有方同學就已經退咗啦。咁其實今日有方同學究竟立場老師使嗰陣係敷衍咁改啊？而家老師唔認真改嘅風氣好嚴重。哦，咁老師唔認真改，咁我哋可以透過網上學習平台咧，嗰啲選擇題去幫學生學習。咁呢個係咪一個可以幫到學生學習先？呢啲選擇題係一個補救嘅。公電話直接抽，而家輪到正方第一次電話，然後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我先試下計。其實在各位大家好啦，其實睇翻有方嘅幾個論點啦，佢第一個論點行出嚟就同我哋講話咧，係銜接上下學期。第二個論點又繼續行出嚟同我哋講話保持學習狀態。然之後再睇翻有方係背景資料上俾到嘅例子啦，佢同我哋講話乜嘢咧？哦，原來我哋而家改革暑期功課，我哋翻屋企影張相種盆花，呢個就叫暑期功課。第一呢、这個係學校喺暑期上安排一啲自發性活動，嗰盆花就算你選擇唔去種或者交由其他人種，都係你嘅選擇，佢唔係一樣實實在在嘅暑期功課。第二啦，有方其實好明顯出現咗一個自相矛盾，我想請問有方同學，你所謂嘅影相種盆花或者做自主研習，係咪可以直接就聯繫到你上下學期嘅學習狀態？係咪就可以做到一個銜接嘅過程？請有方嘅下一個辯位行出嚟同我方解釋啦。然之後咧，有方同學又同我方咧提到咗就係呢個布魯金斯2017年發表嘅文章啦。但事實上，我哋今日見到咧係出現咗結果分歧嘅，因為美國嘅教育界咧係1975至1994年前嘅52份暑期學習嘅空窗研究，學生暑假後表現更加好、更加差，不變嘅比例係分為40%、50%同10%，可以見到結果嘅分歧。而有方所講嘅呢一份綜合研究咧，亦都顯示小一暑假後係冇證據證明學生嘅水平下降。而密蘇里州州立大學嘅呢個 Joseph Bergman 同德州大學嘅 Paul T. Von Hippel 喺今年嘅3月社會學科學嘅期刊亦都發表咗論文，指出以前嘅呢啲大多數學習空窗研究都會有兩個漏洞。第一，以下學期同上學期嘅測驗量去測試學生嘅水平，並唔係暑假前後。第二，測驗嘅內容唔同，亦都好難區分結果係出於究竟學習嘅內容有變咗啊，定係學生嘅能力出現改變。因此有方攞出呢一個例子同我方講，其實係冇辦法正立辯題嘅。國立加爾大學教育所碩士班研究生曾定修喺2018年嘅其中一篇台灣教育評論與韓自由評論中，就曾經明確提到學習動機先係引發學生競爭學習嘅原動力，更加係正式教學活動嘅首要目標集。而喺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嘅策略上，教師除咗需要滿足學生嘅自信，並且學生都要對目標有所努力，之後教師先至可以依據唔同學生嘅行為去設計適性化嘅教學策略。但係我哋見到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新工作編會喺考試及功課壓力下，兒童的權利意見書就指出，香港暑假嘅
上無彈性、無趣味性，令到兒童喪失學習動機，也至於漸漸失去他們的學習動力。看見到網圖學生是原本應該調節自身的暑假，繼續緊一進度，只會是以二六零適得其反。多謝各位。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方主辯論暑假滑波正讓學生學習能力更加重佢嘅壓力，有方點解決？有方冇答，因為有方都知道取消暑期功課並非佢哋講得咁理想，而係有反效果。原本減輕壓力做唔到，仲要影響學生競爭力，尤其喺香港呢個咁睇重成績嘅地方，唔係咁得不償失咩？唔知點解今日有方仲有幾個問題。第一，有方話學生功課壓力大，阻住學生全球發展，所以就要取消暑期功課，但實際上係假對立。承接我方主辯所言，香港小學生功課壓力大，我方都明白。但實際解決方案並非只得有暑期功課同冇暑期功課，而係可以減少功課量同埋改變功課模式。既然減少功課或者將功課變得更自主，同樣解決到有方口中嘅問題，死亡會令學生完全放低自我。而有方又講唔出暑期功課嘅本質點樣凌駕性嘅弊處，咁點解完全一份暑期功課都唔俾得呢？第二，有方同學都講過話，暑期作業係為新學年而做準備。但有方過於理想化了小期作業的後果，有方沒想過如果沒有小期作業，小學生會追不上，新學年會更加慘。有方只是想小學生的暑假很開心，但是對於他們在新學年承受相對壓力。請有方不要再一直強調小期作業是阻力，我方認同小期作業絕對可以成為小學生的阻力。有方還提到小學生會有臨急抱佛腳的問題，我們要做的是教導小學生如何時間管理，而不是斬腳趾避沙蟲。講真，比起暑期作業考試重大壓力，那按照有方的邏輯，是不是連考試都要取消呢？有方支持取消，竟然是說其他地方做，所以人做我做。但是先等一下，有方所謂的趨勢都是發生在西方的國家，就是芬蘭的地方，這些地方教育文化本來和香港不同，怎樣可以做到比較呢？在座各位，大家試想像暑假完全荒廢學業開學的時候怎麼辦呢？我方方面都跟你講了有暑期滑波的問題，語言能力、閱讀能力和數學技能都會倒退。不單止由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暑期滑波可以產生兩年以上的學習差距。根據國際機構基督教青少年如何預防暑期滑波的文章，四個方法連三個都跟暑期作業相關，包括探索聲、閱讀和精進數學。這三個方法是正正可以透過暑期作業實踐到咯。還有中文科，我們可以用快樂閱讀花園去做問題上升科，我們可以用水波實驗去做發展。為什麼根本就沒有有方所謂的學不到東西，只要我們還忽略了一班為數不少的弱勢社群學生，暑期功課對他們來說比我們想像中大得多。根據我學羅州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杜格拉斯同你分析，超過17000名學童之後指出，沒有暑期功課，小學生的學習加分差異在暑假時明顯拉大，原因只是學生的社經地位和最終專業學習落差，相反暑期作業的出現就拉近了這個學習落差，是給予弱勢社群一個平等的學習機會，其作用絕對不容忽視。以上種種作用有方不正視過，有方真的依然覺得暑期作用是無意義，一份都不應該買。既然有方點解不取消，請回應。對於小五、小六以下弱勢社群學生，取消功課之後要聽方法幫助他們。多謝各位。用
算係適當。然之後我方又同你講，我方可能會更加多嘅方面，而且我方可以顧及到嘅就係俾學生更多嘅自由度，更加彈性去處理成件事情，去中有利咁去一個個體發展。而有方今日成日開同我講教啲而家仲未有成效嘅學生，其實請問有方都真係點解有方啊？其實你方究竟今日冇做教練咩？學校喺上兩天冇做講座咩？即係有方今日提出所有反方都好公平框架，只有方後場面需要仔細研究。你方係咪達成咗你方嘅目標同我哋位？正方第二副研發時間為3分06秒，我堅持將扣分，一係反方第二副嘅有3分02秒，有冇選人計算方意見？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半場，等我為大家總結一下今日有方嘅立場。今日有方咧就以為今日條辯題係。操練式暑期作業應該被取消，但等陣先，不如變題暑期作業應該被取消。邊個講過話暑期作業就一定係可以操練式嘅咩？我哋可以種一盆花，咁有風有質，而話種一盆花有咩用？咁種一盆花，我哋其實可以去觀察佢當中係點樣進行嘅光合作用啦，去研究佢當中嘅原理啦，咁同埋去試下，即好似做科學實驗咁樣。其實咁樣都係幫助學生去明白當中常識科教光合作用嘅原理，去幫佢嚟鞏固咗。咁呢個咪就係有方所講話要教導學生嘅效用咯。咁今日有方睇錯辯題，自己都要睇錯位處啦。今日其實有方講到話，我今日暑期作業全部操練式，有抄嘅問題，啲學生做得好悶。咁呢啲我哋就要取消曬啦。但係等等先，有方今日就算有呢啲問題，我哋係咪要一刀切全部取消曬咧？今日我哋其實見到話，今日小五、小六有方都承認咗，其實佢哋有需要鞏固所學。你有方都話咗，暑期係俾學生去準備新一年嘅學習。咁樣如果係咁嘅話，點解我哋要佢哋有暑期作業係幫到佢哋有鞏固所學嘅功用？但係今日有方就一刀切取消曬，甚至唔理班要考成分試嘅小五、小六學生嘅需要咧。講到尾，其實今日有方只不過係做緊個假對立，佢哋覺得有咗暑期作業就等於完全冇全人發展，我方實在就唔明白啦。咁點解我方今日其實都提倡緊話減少暑期作業啦？咁減少暑期作業點解就係即係令學生做少咗啲時間擺喺做暑期作業嘅時間減少咗，咁點解學生做唔到全人發展啊？今日有方只不過係將以為係將做暑期作業全部霸曬小學生時間，但事實上根本唔係咁，反而我哋可能可以令學生學識點樣時間管理，可能上晝去做呢個暑期作業，下晝去做有方所謂全人發展，可能係打籃球、打羽毛球咁樣，咁咪就做到有方所講話要學生要當面發展嘅效果咯。好啦，講到尾最重要嘅係其實今日講辯題講嬰兒，就唔能夠好似有方咁淨係數弊處，而係要衡量代價同埋必要性。今日要有方要正立辯題，就必須要正立全港小學要一份暑期作業都冇。而我方今日其實見到小五、小六係需要暑期作業幫佢嚟考成分試噶嘛。咁尤其係小六啊，放完暑假翻嚟一出嚟一個月，佢哋就考成分試咯。而根據我方主辯所講，暑假化科嘅理論，佢哋如果冇暑期作業，出現咗暑假化科理論，佢哋嘅閱讀能力、數學技能，即係全部會倒退一個月以上。咁呢個時候，有方要點樣嚟救補救到呢個小五、小六學生嘅學習情況？咁如果小五、小六學生都係需要，亦即係話今日辯題最多有方最多淨答到係部分取消，唔係全面取消。就算有部分取消，今日暑期作業仍然係有需要去被補留，所以今日辯題理應不成立。我見講到尾，其實今日有方係見到有弊處就下定論話暑期作業好壞，唔應該存在。但其實只不過有方冇諗清楚暑假喺小學生涯嘅意義同埋暑期功課對小學生嘅價值。多謝各位。水、陽光、空
方就話我哋談理想學嘅，但其實今日有翻有冇睇過今日小學課程其實係環環相扣，由淺到入深。咁如果佢唔學識光合作用，咁佢點樣學識之後嘅化學能嗰啲知識嘅概念咧？咁我冇講過話成個暑假要淨係做一盤花，但我方地方話暑期就要換啊嘛，暑期就要量多嘛，咁我方咪提出一啲量比較輕鬆同埋啲比較有趣嘅暑期就俾學生做咯。咁有方地可唔可以提出一個詳細嘅方案啊？係咪一個暑假同一盤花做兩盤，定係有其他活動？有方嘅解釋啊？呢個係由學校決定，但我哋只係提出一個比較有趣同埋量少嘅方法。想問翻有方同學點樣可以涵接到小五同小六嘅課程？佢哋要考成分試喎。咁有方同學要出分面做幾多，要做幾多量，做幾多組隊功課，代表有方問佢哋翻有幾點空虛。有方完全冇回應過我一半所講關於暑假流失嘅問題喎。有方同學今日我做幾多咪睇下每科有幾多咯。咁我常識科叫你去種盆花，咁我咪種盆花。咁我中文叫我做一個網上法律閱讀花園，叫我哋每日做呢、這個閱讀理解嘅練習，咁樣咪可以幫到學生。嗱，有方你回應翻咧，其實我翻一回好明確咁樣指出咗，其實關於暑期流失嘅問題唔存在。咁銜接上下學期係咪好似有方咁難咧？有方同學請你解釋，我方就唔好意思，我方就冇聽清楚究竟暑假流失呢、這個理論嚟頭先喺邊度咧？我方就睇到其實今日小學生唔做暑期作業，佢哋暑假會有的個半嘅數學技能嘅流失，佢哋甚至語文記住讀理解會痛退一句，咁呢個係咪一個暑假流失嘅現象出現嘅話？喂，有方同學聽唔清楚唔緊要啊，我方再講多次咧。其實今日我哋見到咧係兩份唔同時候嘅報告都會有唔同嘅結果出到嚟喎。咁我而家想再問翻有方同學啦，其實我哋今日我想問翻有方同學啦，今日係咪你覺得跟講進度呢樣嘢，甚至比我哋本身文學習動機或者進多元發展更加重要咧？有方同學回答翻先啦，我實在明白兩份唔同時候有兩份時候。唔同時候研究結果同呢個有冇暑期學科有表現有咩關係咧？即係我兩個時候唔同嘅理解可能唔同，咁我都有唔同結果㗎。咁其實今日有方我問翻有方啦，咁小五小六出現暑期學科現象，咁佢哋係咪唔使考好個成分試先？嗱，緊要啊！我方想去解釋深入啲啊。其實我哋今日見到教育研究係對暑假後學生有冇能力有冇講得結果係出現分歧，所以冇證據指暑假降低咗學生嘅能力，反方就冇論證基礎啦。其實我哋今日有方退一萬步啊，有方你今日係咪覺得只要一成不變就可以咧？今日有方就其實我方都提出咗呢、一個研究，就係由呢個布魯斯托嘅。由一個基金會做出嘅研究，佢就顯示到有一個半月喎。咁有一個研究，咁你講下係邊個出處啊？喂，我方係因富雲自己講咗好多次啦，好啦，唔多敘述啦。我想問有方同學，你覺得學生嘅態度會唔會最後影響咗學生得到嘅知識咧？學生嘅態度當然會影響啦，但係我方見到今日就係我叫學生做啲輕鬆啲嘅，咁佢咪認真啲咯。即係學生，你取消埋所有。咁學生取消，我方咪就係見到學生如果取消曬所有短短式嘅暑期作業，咁佢哋咪懶散曬唔去學習，咁樣咪銜接唔到上下學期，幫唔到佢鞏固所學咯。所以有方又要話要搞新嘢，又要話本來又話取消舊嘢，咁究竟有乜取消？有方有一個凌駕性嘅廢處，就係你一定要用取消極端化嘅方法先可以做。唔係有方你回應咗我方先啦，究竟你係咪講？究竟你有方同學你又話想佢哋輕鬆，然之後同佢講話唔係，我要銜接上下學期。比較難嘅作業繼續存在，有方立場企邊一個？有方同學，我方咁可能我方唔明白點解輕鬆同你銜接上下學期有衝突喎？即係我可以一邊，即係有啲功課可以輕鬆啲，但同時我都可以温到知識嘛？咁點樣有衝突啊？有方同學。有方同學自由研究，咁佢哋去有方為傳人發展，因為我方唔反對，咁我哋咪有自由研究呢、這個去幫學生發展係佢哋所講傳人發展咯。係啦，有方因為有佢有同我哋講咧，有弱勢社群啦，就可以減少落差暑期作業。咁今日我方就想知道，呢啲背景唔一樣，又點樣有資源可以幫到佢哋發展興趣啊？有方同學就係今日美國下學習點樣嚟指出話低收入家庭如果冇暑期作業，咁係。今日有冇一定咁問？
有方提到話，所有嘅反方案之後，包括佢中花啊等等嘅東西，阿李方有冇提出好具體更加多嘅事例？你係單純講中花呢幾方面，但係當李方今日要將你入論曬嘅時候，你必須從學校角度出發，而唔係我交俾學校去做。究竟陳孩子嘅有方嗰個需要喺下場論證翻？另外，今日有方講嘅知識鞏固，有方係我哋一二副嘅電話，亦都反對翻呢個，其實通常所以講已經嘅唔係針對全部學生，今日有方冇回應過我方針對性呢個問題，所以講要係自我俾成級嘅學生統一去做，統一同一本書去作業。但係李方今日要俾，我哋老師正方係時間用盡，請問有冇在場嘅人發言或者有方面問題？如果冇嘅話，咁而家就。温故知新，鞏固上一次知識，有下一年嘅基礎。頭先我
老方咧就提出過香港中文大學黃偉浩教授分析過腦部負責嘅智力同埋經濟，係到到廿歲先可以快速完成。相反，自我獎勵機制就喺腦部嘅邊緣有嘅小型建立。相比之下，小學生係更加容易受誘惑。英華小學陳美娟校長講過，學生同家長嘅心理壓力都好大，唔適宜派太多嘅作業，加重佢哋壓力。但係仍需要學生喺假期之中有適量嘅功課，而保持學習動力。我方案用呢啲要減少嘅方法，又可以減低學生家庭壓力，又可以減低學習動力，有咩唔同咧？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吳偉光都話，教學功課都係非常不好嘅，每日都有功課，真係唔可以少。寒暑假應該唔可以放低，最好係開學嘅時候第一個週做一個複習考，令到孩子喺整個假期嘅時候都諗住功課，唔可以放心去玩。總括而言，我可以提出過暑期作業嘅一件事具有凌駕性嘅，而有方就唔肯正面面對學習，有力回應，因此辯題應該完成啦。多謝各位。就睇下今日有翻前面所講嘅情況。
啦，我哋一啲咧就用一場賽馬比賽咧，就形容今場大家嘅即係情況咯，係嘛？咁一開閘嘅時候咧，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其實少少細分嚟嘅。但我覺得咧，即係咧正方嘅同學咧有少少失題嘅，我都覺得一睇落去，我都覺得你哋咧原來係針對咗嗰個操練式嘅作業，係嘛？咁但係當然係因為你係正主啫，咁即係你有權按你嘅定義去講嘅，係嘛？咁啊，打開之後我就覺得咁包反方咧講咗，我唔係淨係操練式嘅作業，仲有好多其他作業嘅，係嘛？咁我喺呢度嘅稍微咧就係掰呢個嘅反方多少少啦，咁所以可能一開始咧就得一個馬尾就帶咗出嚟啦，係咪？咁咧好啦，去到呢個公辯嘅時候咧，我又發覺咧又有趣嘅喎，係嘛？咁啊，就係嘛？因為正方嘅同學去攻擊嘅時候咧，又係集中咗喺嗰個操練式嗰度喎，係嘛？咁咧於是咧，你問我咧，我又覺得咦，係咯，其實佢哋都答咗你喎，係嘛？即係其實就係話各樣嘅嗰啲即係開放式都係可以即係學習到噶嘛，咁咧所以咧，跟住咧落佢哋攻翻你哋嘅時候咧，又係喎。咁當然啦，即係咧反方嘅同學咧，又唔係幾熟自己條主線嘅，我覺得有啲嘢咧，你我明白你想解密，但係你唔係真係即係答咗出口咯，係嘛？咁但係咧到咧反方出嚟又攻翻佢又攻擊嘅時候咧，係啦，正方咧又真係有啲位咧，你問我，我又覺得咦，好似有啲係嘛，即係自相矛盾啊嘛，話俾佢做要學嘢定唔學嘢啊，係嘛？即係要交定唔使交嗰啲，咁所以你話一開始咧反方又有大先有少少啦。咁不過咧，去到咧即係成個即係一路搞啦，搞到去中段嘅時候咧，一二鼓一出嚟咧，我又發覺呢個又幾好喎，又吹得幾好，因為咧成功問咗幾個問題，其實係反方要答嘅。咁啊，少少反方有啲慘，我都覺得可能嘅嚴重嘅光頭問啊，係嘛？又真係認唔到喎，問咗出嚟咧，係傾向嗰啲我守翻自己嗰啲嘢咯，係嘛？咁我哋你即係如果從你論嘅角度冇問題嘅，你都係即貫徹自己主線啊。但係咧，即係有呢場正方，大家睇得出正方我哋反方大係咁攻擊你嚟嘅嚇咁樣。咁啊，佢帶出嚟啲問題，我覺得都真係要處理嘅喎。而佢成功到咧，即係逼到你喺自由辯論，喺對面我冇聽到，喂，我哋評判有聽啊嘛，咁你冇聽啊，你知就慘啦，係嘛？佢好成功咁帶出，嗰啲研究唔信得過㗎，係嘛？就係其實主要佢想講嘅，所以你啲暑假學科，即係佢哋而家就扮一個法官啫，同陪即係啊，同埋啊，應該係係啦，類似法官，只係我哋陪審團咧，唔使聽啊，頭先嗰啲證據唔關事。係嘛？咁當你一漏咗你啲言認嘅時候咧，你知道佢哋真係攞到分嘅喎，呢個位係嘛？佢嚟講嗰啲研究係作即係作家作説唔好理，係咪？另外都係嘅，開始佢哋就嗰個位咧就係即係種花都計係嘛？即係種花有乜用啊嗰啲嘢係嘛？佢哋一苦惱落去，其實一二課本連環都問過啲問題係清楚嘅。咁因為我都話即係正方又追翻上嚟咯。咁好睇反方二課啦，如果兜唔到咧，成場比賽我估都完。就寫句好啦，哎好在反方而負，我覺得咧又答翻一啲嘢嘅，你都成功解釋翻咧，就係、是、即係你哋個方案上點點樣學到嘅光合作用嗰類嘢啦，即係都總算叫做即係解到。咁就係啦，場比賽又繼續問，但係即係雙方又繼續都係好緊結嘅。推到自由辯論同埋尾咧，嗱你知啦，就我都覺得慘啦，就即係所謂混戰最後，即係真係叮當硬頭，所以你有講到未啦？係想通常我請叮當嘛，所以都係大家邊邊贏一分嘅啫，呢一場都係。因為最後其實開始大家都有啲自相矛盾嘅，我會覺得同埋咁正方其實開到結辯，你知都係就係、是、咧，其實正方你哋個自相矛盾位咧就係、是、你哋會覺得嗰啲自主學習都係好唔公平啊，好不平等啊咁，所以你哋嘅底線其實係咩咧？咁我覺得好反方冇揭佢哋。我識得佢哋個邏輯嘅，你種花學到啲咩啊？咁誒，即係你哋都贊成成個暑假唔使學嘢嘅，即係你見到底底其實喺度做，係嘛？咁我唔知即係你哋日隱藏得幾好啦，反方又冇揭出嚟啦，或者揭出嚟你知即係總之要等佢哋講得白啲咁講，我哋評判印象唔好。咁但係即係全場冚住呢只底底都即係冚，勉強冚到俾人。我覺得你哋喺度係鬧佢哋種花有乜用？種花學到乜？其實自知你都係想冚，即係你哋攞一頭。都係類似咁樣嘅啫，咁類似學到咩啊？等佢玩都唔使理啊，咁樣係嘛？即係呢個係你哋攻擊佢嘅同時，你自己都要答。而
攞讀時間咧反風又有少少呢啲嘅，係嘛？即係講講下咧，即係去到結面咧又係，係咪先？你都講，當對方話要玩，你哋咧又突然間都揭翻啲底，係啊，都係講玩啊，最好考完試整翻，放完暑假整個咩復課試啦。我一聽到已經即係變咗話，我係有少少嚇一跳。你哋本身都係認，即係我初頭諗你哋嘅策略係食對方噶嘛，係嘛？即係我哋玩之餘唔使玩到咁長。咁點知你哋臨尾個大班咁睇到，我哋呢個算咩放假後嘅復課試咧？即係結果其實即係你哋都唔係好拜對方，即係你比較問題，你哋唔係食對方。其實你哋都係好堅持放假係要讀書嘅，即係咁變咗啲我有啲諗啊！你哋一開始都扮得幾好噶嘛，即係都係啊學生都好慘，我覺得即係個底牌嗰度咦又係有啲即係係嘛，即係立場好似唔係幾穩定，同埋最後又係人個即係位啦，我都會覺得嗰個弱勢家長嗰度咧係嘛，即係我都覺得算好啲。你一開始因為你介紹咗後面會好，但係好彩後面又唔係好好。你問我啲弱勢家長呢個位咧，都係會有少少對於你哋。因為你嗰啲所謂自主學習咧，其實都一樣會遇到弱勢家長嗰個困難，即係有錢嘅家長，佢係種個花園出嚟，大家可以成份好靚。你睇下我今個暑假即係種咗100花，你睇我屋企嗰盒花園幾靚。窮嘅我呢啲學生，即係我自己啦，係咪？咁我只係可以喺屋企種同私人養嘅，即係所以呢個位咧，嗱你又有少少好嘅，你又開咗話後面會講，後面係講咗幾句啊。但其實如果你大講嘅話，我又覺得你其實反而你會自相矛盾。但係又今日好講，但係又最慘，你哋介紹咗，其實都係我方其中一個點講，即係你知，咦？我又有少少疑問，但係有疑問得嚟，我又會正式後面嘅方法。咁即係我估今日即係成個比賽真係去到尾，大家都有啲不足，係咪？正方就係狂攻，反方狂攻，令到我都覺得即係正方其實你嘅底牌其實係咪真係咁好咧？反方咧就因為俾佢哋狂攻，即係你就少攻佢哋係嘛？其實係只問題，你都要攻翻，即係你哋係嘛？其實贏嘅位係邊係嘛？喺個環節如果做少少嘢，我估你哋就唔同嘅。但係你問我，我就覺得好似貫徹咁做，所以你有時候講，有時候講，有時候。即係因為對方冇得你評價嘅少少感覺就係交錢俾你。唔該曬，咁而家有請基督教聖約教會天南中學嘅顧問老師，然後思維跟住你講。大家準備自己好重中嘅，係啊，咁聽落好順嘅都，但我聽落去再仔細聽落嚟嘅時候，感覺係兩面各走極端。係啦，針對市民作業呢一個決定，定得兩個極端，就係一邊就頭先講到嘅，不斷狂攻就係操面式、操面式咁樣。我感覺上反方有少少落入咗佢哋嘅陷阱嗰度，即係拖出嚟就係啦。咁同時間，你最後都講到啊，不斷講情分史嘅問題，嗱，即係你本身都講為我要轉變嘅，但係忍唔住咧就講情分史，因為要考試咁樣。咁如果可以話就係做多少少嘅，只要收集所謂嘅書面作業，咁你點樣覺得？咁譬如政府都要諗嘅就係咁佢自主學習，所謂嘅自主學習，咁係咪老師俾出嚟嘅自主學習咧？定係真係自己乜都唔知下嘅自主學習咧？咁若細家庭咁如何自主式學習咧？亦都係正係反方所講嘅，咁會唔會有學？即係若然弱勢家庭嘅話，咁冇爹哋媽咪照顧，成個暑假會唔會成走咗難啲咧？咁係咪亦都係你哋所想要嘅？喺個暑假，其實佢哋會自己去學習嘅喎，但係真係有機會就係乜都冇。咁所以你哋，我覺得係兩面將嗰個嘅講嘅嘢本身可以再拉闊少少去打嘅，但係你哋雙方有啲窄。講嘅嘢係，亦都係啦，本身應該係反攻去做攻擊多嘅。我感覺就係你哋因為不斷俾個人到咗去思考，所以你哋係變咗係手落功，係嘛？我個感覺上都係，因為我好仔細去計個場次嘅分數啦。我覺得應該麻煩都係，係爭少少嘅上方都係。如果你哋嘅思路再闊啲嘅話咧，我覺得係你哋學嘅會係得多。
份資料運用上面啦，論點嗰個構成上面啦，已經話係個打法上面，我覺得都係行個相當唔錯嘅事。咁我就覺得我都認同頭先評判講話打得雜嗰個位，因為一開始聽就係落嗰個定義上面就係、是，我就覺得落到咁嘅，咁對方唔佔咧就係、是，咁嚟到後屘就係的確有一種落手同埋端啦，變相就係、是，但係一般而言咁嘅情況咧，一係就自己講自己嘢，但係通常情況似咧反方嘅情況多出嚟太咁樣，即係用咗好多時間去搏好多嘢，然之後。反方面上就係冇太多好進步嘅進一步思維嘅思考啦，反而好多就係喺度啊點樣去接啦，點樣去喺自己嗰個陣地上面打翻再穩陣啲。咁變相就係、是我去到好後期先至見到反方嗰度嘅論點有少少嘅升華喺度，但係運用資料上面唔知係咪運用太多時間要去應付正方講嘅嘢，變相我聽落有啲。好完整，同埋我會期望聽到更加多方向上面嘅嘢咁樣咯。咁頭先講到就係話低收入家庭咁樣，咁的確嘅，不是每個天空下嘅孩子都一定啱做同一份作業，係嘅。去外出活動、去旅行嘅一定開心過坐喺屋企做作業。咁但係實際考慮上面，我哋都係諗下會唔會太理想化咧？如果我哋要補啲暑期作業或者考試教資咁樣，我嗌你補啲數。咁暑期作業程度上係成本好低嘅，即係都係印啲紙張出嚟啊，大家一齊做一齊操練式。咁關於操練式係方便啦，叫做老師又唔改改改，咁都唔使帶啲學生出去曬太陽。咁可能對老師嚟講係好嘢，或者對同學嚟講可能冇可能要啦咁樣。咁但係我哋考慮就係個實質